现在从这个 bus terminal 一出来以后，就是纽约时报的大楼。42街这边永远都是这么多人。Hello, my name is Harry. Times Square. 现在就到了时代广场的这个主要的地方，这就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了吧。Thank you. 一个新的 program 就给大家玫瑰，然后在这里拍照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